是咱要来享受上帝的话。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五节。所以我甲恁讲，无伫看如恁的性命要穿什么，要啉什么，也是恁的身躯要穿什么。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娘，也恁的身躯减无较大伫衣裳嘛。试看天中的飞鸟，无种作，无收成，无植株伫切庄。恁的天父也伫饲因，恁减无比遐个较贵气嘛？恁什么人会用看如予性命较长一截久？啥事为着衣裳看如啊？试想山林的百合花怎样大长？因无绿化，无芳泽。若是我甲恁讲，当所罗门极寒慕的时，伊所穿的毋达到这无花的一蕊。当山林的草今仔日伫地，明仔日迄伫花落，上帝予伊穿到安尼，何况恁小心的人啊！所以无伫看如讲，我要食什么，要饮什么。要穿什么？因为这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，恁的天父也知，这个拢是恁欠用的。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这个物拢要煞予恁。所以无你为着明仔日看路，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看路。一日的艰苦，是一日到结。这是咱来读明仔日的这礼拜的经文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，咱做阵来齐念台语。独独大圣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这个物拢要煞毁。华语，咱来做，我们一起来读。